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记忆体满了，我把记忆体移出去到我的记忆卡里面，不然内部记忆体满了，它就一直宕机了。来来，现在看过来，我们现在在台南赞美酒店，台南赞美酒店的港式饮茶，虹桥港式饮茶，晚餐就在这边享用，记得一定要定位哦，生意很好哦，一定要先定位，一定要先定位哦，拜托拜托，今天分成两场次，两个场次真的都是客满，满满满满到爆的哦，都是生意很好的哦，记得哦，一定要预约哦。然后我们选定了之后呢，不要随便乱改，不然真的没有位置，我没办法哦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包含了我们的就是控窑也是都要提早预约。那今天我们到了比较晚的话，我们就会吃港式饮茶。那明天我们三天两夜，明天晚上是控窑的活动，早餐也是在这个地方，虹桥港式饮茶的地方吃早餐，同一个地方哦。现在我们看一下环境，看一下环境啦。现在是港式饮茶，我看到不，强强滚哦，已经有吃了第一轮了，5:30好到7:00有第一轮，等一下有第二轮，现在都在翻桌，正在翻桌当中。翻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呢送给大家的4人套餐是包含在我们的方案里面，到底是吃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人套餐。我们现在是在台南赞美酒店，要跟大家介绍的是4人套餐的部分。来，跟我一起看过来，4人套餐是送给你们的哦。如果呢你不要吃4人套餐的，有控窑啊，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有的人觉得他不想控窑，直接吃好料的4人套餐。那到底4人套餐吃什么呢？太丰富了，跟我一起看过来吧。我们一起看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咯。哇，这一整桌全部是要送给大家吃的，包含你们吃饱后的甜点我都帮你们准备好了，芋头西米露我的最爱，而且真材实料，芋头超多的，看一下他们真材实料的，真的超好吃，这一道真的是饭后的很棒的甜点，我很坚持一定要送给你们，因为我真的很爱芋头，我是芋头控，那这么好的东西不给你们吃我实在是难过，一定坚持哦，坚持哦，一定要送饭后甜点。那我们看一下4人套餐的部分呢，有这个鱼翅饺哦，这个你看1、2、3、4、4颗鱼翅饺，看到了齁，4人份的哦，给你们的哦。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叫做那个像上面有点那个像是蟹黄那一种的，蟹黄的那个，所以这道名字叫什么忽然忘记了，所以这个也是4颗，好，我们现在给的是4人份4颗，看清楚咯齁，这都是小点哦，都给你们了，送给你们吃的哦。好，再看这个是牛肉丸，如果不吃牛肉丸的人没关系，也可以跟他讲说你要换成珍珠丸，这一道不吃牛肉可以换成珍珠丸哦。再来炒一道季节的时蔬给大家，季节时蔬要配合蔬菜，而且这个蔬菜呢有时候会有意外惊喜，常常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菜园，阿嬷的菜园呢都是无毒种植的蔬菜，所以呢是不一定你会看到今天吃的是这个，对不对？刚看我看到团友吃了另外的菜，所以不一定每一桌吃的是一样的菜哦，他每一次来不一定是这个菜，好，刚好是我这个，刚才我看到别桌是另外的菜，我们的团友吃另外一种，那这个是他们的辣味萝卜糕，不是辣，不是辣椒的辣哦，是那个烧辣的辣，叫辣味萝卜糕，这个也是要送给你们吃的，他们的招牌辣味萝卜糕。再来呢，我知道有的人不喜欢吃牛肉，所以我们搭配了这个炒饭，那另外一种呢，如果敢吃牛肉的人呢，叫做牛肉炒河粉2:1主食，这个炒饭非常的好吃哦，港式的炒饭哦。来，你刚吃过好不好吃？团友的小孩，你刚吃你觉得炒饭好吃吗？啊，你觉得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好吃，小孩不会骗人，他刚刚已经体验完整套4人份，他吃完了，他现在喜欢跟着我，妈妈已经跑掉了，妈妈跑掉小孩跟着我，因为他跟我很熟很喜欢我。好，再我们看一下这炒饭，小朋友都很爱吃的炒饭，那如果喜欢吃牛肉的人呢，可以吃港式的炒河粉，牛肉炒河粉也非常的香，真的不骗你们，真的。那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饮茶，港式饮茶必点的哦，肠粉是必点的，肠粉这一道菜很棒，这一道。那这一整桌呢是1、2、3、4、5、6、7，有看到吗？这全部是要送给你们的4人份套餐，4人份套餐全部是送给你们吃的哦，包含在我们的住宿方案里面。再来呢，这个一定要我讲的就是这个饭后。再来，我们还有还没讲完，还有一壶茶，我们还送一壶茶，因为茶其实也要茶汁。
正常情况四个人都要茶资，我们不收，我们直接送给你一壶茶咯。那茶呢有分口味，看你是要普洱的啊，要香片的啊，要乌龙的都可以选择。那这个是我最爱的，吼，芋头西米露，看到吗？我的最爱，里面好多芋头，对不对？好吃，对不对？我不想吃芋头，我只喜欢吃。你看，它有芋头块哦，上面的芋头块哦，超赞的芋头块哦，很棒哦。吼，你觉得好不好吃？芋头西米露好喝，对不对？超好喝的，饭后来一碗芋头西米露，超棒的。然后配那个茶，一壶一壶的茶，我们来看什么茶，像这样一壶一壶的。刚才这个是团友他们吃完，这一桌刚好也是团友，他们装出来，就像这样一壶壶茶，一壶茶，好，一壶茶，那还可以就是再回冲一壶茶，那可以选口味，哦。然后像这个他们刚吃的河粉，哎，他们这一桌是吃河粉，我们看一下，哦，你看吧，杯旁凉席表示好家，你看炒河粉就这样子，一大盘的牛肉炒河粉是一大盘的，就这样子，四人的四人的牛肉炒河粉哦 ，OK， 那所以呢，这样吃下来呢。真的有没有饱？很饱，真的不要看到这样子，你真的吃完真的觉得四人份很饱。如果真的没关系，你大胃王不够的话呢，来，我推荐你们其他几道菜，跟着我走吧。推荐菜色一定要跟你们讲，还有什么？来来来，跨街跨街看一下，我的团友吗？哎，也是我自己人，嗨，自己人自己人，嗨，体验一下哦，等一下试试看，哎呀，那我们看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一鸭他们还有一鸭三吃，还有那个片鸭秀的表演哦。那这边还有烤鸭，那这个呢叉烧，还有这个他们的鸡肉，那还有醉鸡也都不错吃哦，都非常推荐给你们的。如果觉得不够的，还可以点三拼，三拼也非常的推荐，三拼三拼，这个也是我很推荐的哈。然后再来是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讲呢？再来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啊，这个也不错，这个也是他们的招牌萝卜丝糯米饼。嘿，有的人觉得这个不错吃，80块，这个也不错，这个是最新的新品。好，我们看刚刚说的他每一次出的青菜会不一样，像我刚刚是不是高丽菜，对不对？那像哎，你们看到我们的团友他们吃的不一样咯，空心菜，你跟我不一样哎，我的是高丽菜哎，所以我就说他青菜不一样，他季节时蔬每一桌不一样。那刚那一桌的话还吃橄榄，不一样，就是那个不一样。我们的不一样。你们又不一样，对，你看。所以他现在我刚好就我拍一下，他们说的是空心菜，空心菜。那我刚刚是高丽菜，另外一桌你们吃的那个是算橄榄还是什么的？橄榄，对，又不一样。对，每桌不一样，他就是季节时蔬，随机出菜，所以还不错啦。等一下整桌你就知道，你先看那一桌，先瞧一下。等一下上菜那一桌，我先上那边，你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点一下，陆续出菜就知道。哎，很饱很饱。哎，今天有夜市哦。等一下礼拜天唯一哦，今天我可以逛夜市哦，赶快哦，附近而已啊。等一下一起逛。嗯。然后我跟你讲哦，你看一看，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桌杯旁拦截的这一桌。有好吃无好吃，看价在。来，有好吃无？哇哇，有好吃无？等一下我讲话，你们看一下。夹康康啊！夹康康，杯旁拦截好不好吃？看这边就知道了。好吃，好吃，真的没有骗你们，吃到有没有看到都见底的每一盘，所以真的是好吃哦，真的不要流口水啦。而且我刚刚讲过了，是不是炒青菜都不太像我们这个炒高丽菜？高丽菜，那他们你另外炒空心菜啊，对，还豆腐的茎啊，搁炒橄榄菜，我赶快。哦，不过也一个人菜，那无共好吃。嘿，金沙吼，我要加。对啊，所以每一桌它季节时蔬会不太一样。当天也会不一样哦，他就给你们惊喜，季节时蔬他们。那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特别菜哦，有什么需求不敢吃的，也可以跟他们说一声，问一下说今天到底有哪些菜会出好菜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四人套餐真的是很赞很划算，真的会吃起来很饱很饱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哦，来再看来看一次，那四人跟两人，有人说啊，到底差在哪里呢？有差在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讲一下。西米露如果基本上两人的套餐的话，西米露就是两碗，我们看一下套餐差别。如果是四人就是四碗的西米露，如果是两人就是两碗的西米露，我也差在这边。再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肠粉哦，两人的这个也不会出现，没有这个，噔噔没有。萝卜糕这个也没有哦，基本上就是会少一些东西，少两样菜，以及这个会少这样子哦。那在这房间大部分，因为两人跟四人，我们的方案只差600块。就差在说你多了两个人的晚餐，
哦，两道菜的晚餐，然后两个人的早餐以及床，是不是多了一大床？所以差600块真的很划算。我们现在是在台南赞美酒店跟大家介绍我们搭配的四人套餐在这边哦。这个是整个桌上这个全部送给你们吃的四人套餐，全部搭配在我们的3688的方案里面，全部。好，这边是全部是我们的套餐的内容在这边。你们现在看到一整桌就是我们要送给你们的四人套餐的内容在这里。总共有七道菜。那不要炒饭的话，我们都想好不要炒饭，我想好就是给牛肉炒河粉也 OK， 这个二择一。那不吃牛肉丸的也没关系，珍珠丸可以挑选，可以换掉，没关系，我都想得很周到。所以呢，不吃牛肉的不用担心，我都帮你们设想好了哦。好，我绝对是帮你们设想好，不用担心。这个是绝对是你们来的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子，你们看得到团友现在正在吃的，另外几桌是团友正在吃的，绝对不是骗你们的，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四人套餐送给你们，全部包含这个甜点还有一壶茶，那茶还可以回冲、哦、有四种口味的茶让你们选，回冲茶可以回冲，不用再加价哦。这样整套是免费包含在我们的方案里面。再来呢，最重要的一点，10月底以前订房的再扣一千块，10月底以前订房的再扣一千块是可以补助的哦，可以拿名额来这边补助哦，真的。跟着我的啊，我嘴歪歪，你们知道我嘴歪歪，跟着我准没错没坏，因为这个是我设计的啦。坦白说，这一套是嘴歪歪设计的，是嘴歪歪设计出来给你们的哦。我已经算过他们的各个成本，然后我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我觉得 OK 的，好、哦，觉得还不错吃的，挑选给你们这样子。是嘴歪歪挑选给你们的。有没有赞？有赞不？再不赞，我真的没办法了，炒饭没有啊，河粉、甜汤都准备好了，然后再一壶茶，热茶。一壶热茶 ，OK。以上呢就是在台南赞美酒店超赞的虹桥港式饮茶哦，米其林三星的主厨做出来的口味真的很赞，欢迎你们来，不吃控窑的来吃港式饮茶，吹冷气吃港式饮茶都是 OK 的，吃不够也可以加点哦，吼，也可以加点。我刚刚说的三拼也可以点哦。这一整桌的全部是送给你们吃得饱的实在的四人套餐 OK。 那有人没订到房间的怎么办呢？等我想办法。还没订到房间的不要急，我会再想办法、哦、努力再想办法挤出名额来给你们咯。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四人套餐1破20的方案。明天早餐呢，听说有现烫的牛肉汤，来台南就是要吃牛肉汤，明天早餐呢有牛肉汤哦，哦，我们明天要流口水的牛肉汤又要来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四人的晚餐做介绍咯。这一整桌包含在我们的方案里面了，四人方案里面咯。 OK， 介绍完毕，开动继续吃啦。好啦，我要来吃美食啦。待会呢我们要去逛一下礼拜天的善化夜市，走一走看一看，没来过都要看看哦。好，就这样子啦，台南赞美酒店的四人港式饮茶套餐送给你们，就是这一套咯。哦，赶快，我等一下会拍照下来帮你们留证哦，留证据哦，好、哦、你们可以比照一下，就这样子。那如果有少了什么东西跟我说哦，绝对争取给你们，绝对没问题，绝对争取给你们这样子的四人套餐。有少的话跟我告状没关系哦，有少欢迎请跟我告状，赶快做笔记，有少的东西呢可以跟我告状哦，吼，这个我会负责到底的，少东西绝对负责哦。 OK， 好啦，就这样子啦，我要开动啦，啊，我来吃我的芋头西米露啦。好，那待会呢夜市的分享待会再见哦。 OK 啊，还没完，看一下那个游泳池好了，来跨界，游泳池呢还没有开放，但是先给你们偷看一下，因为呢还有东西还没有好，而且还是安检呢，我们还通过安检，先让你们偷探一下好了。没有开，
不行，他现在不能开。没有开放分开的。我们之前可以看一下，他现在看出去是外面的泳池，先偷看一下。好，现在泳池的话呢还不行，正式开放还不能正式开放，因为呢旁边的造景还没做好，没真的做好，而且做好之后还要通过安检的检查，好、哦，这个很重要，安检的检查很重要哦，所以麻烦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咯。游泳池还没开始，但健身房 OK 的，健身房是 OK 的哦，没问题的哦。哦 OK， 享受完美食之后呢休息一下，如果爸爸要健身房的话，记得去大厅柜台跟他们拿那个房卡去健身房的运动，要拿房卡哦，要拿另外的卡片，健身房的卡片才可以进得去哦。OK 哦，这一套 OK 啦，可以吃得饱的啦，可以吃得饱的，相信我，吃得饱又好吃的四人港式饮茶套餐就是要送给你们的哦，送给你们的 OK 啦，我要开动了，谢谢大家，拜拜，拜拜。